地方选举消息关心的是，嘉义政府辅导嘉义县养殖渔业新山区发展协会举办嘉义严选黄金乌鱼子的选拔，甚至公布虾米世界公司获得五到七年两组的冠军，红叶海洋冷冻公司获得七年以上的冠军，十三号将在布袋国中来颁奖典礼。今年由嘉义县养殖渔业新山区发展协会举办嘉义严选黄金乌鱼子选拔，评审团讲，好的乌鱼子外观美观，大小高薄一致，无沾肉，或者是其他附在顶端的物件，两粒平均整齐，色泽赤黄有透明感，但色度适中，软硬合宜，风味甲口感拢真好，无过咸或者是过正，而且色是深橄榄红色，参赛乌鱼子品质优异，竞争激烈，成绩差异不大，堪称每一片乌鱼子拢是顶级精品。嘉义哈，现在乌鱼养殖哈，养殖的面积大约有300多公顷，因为嘉义的地理气候哈，非常适宜的乌鱼的养殖，所以现在嘉义所生产出来的乌鱼子现在是差不多全台湾省品质最好的乌鱼子希望大家能够选用嘉义的乌鱼子可口又美味，当成伴手礼也推销嘉义的乌鱼子，使得渔民能够有更丰富的养殖利润，使一些在外的游子能够返乡从事渔业工作。这种名单五至七两组，第一名虾米世界有限公司，第二名中文冷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名富足水产国际有限公司，七两以上组第一名红叶海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第二名富足水产国际有限公司，第三名新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